基隆市文化局在文化中心外墙开办夏日电影院，吸引民众到场共度悠闲时光。为了迎接国内外游客于夏日游赏基隆，并于观光之余能够共享欢乐温馨的亲子时光，基隆市文化局特别与彩昌国际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合作，挑选四部适合合家观赏的电影，连续举办12场，四部电影轮流放映，最后一场是8月20日，趁着夏日的凉意，带着家人朋友们一起到现场观看这四部精选的电影。这个电影蛮好的，我们要怎么过去？礼拜天晚上多了一个选择，然后第一次看到文化中心，直接开车冲破大门，还蛮有趣的。然后呢，之后一进去，整个旁边有整面墙，觉得电影墙还蛮酷的啦，就像假日的时候。可以来看一下，然后我也是经过的时候刚好看到，然后就坐着就看一下，就看到结束了。对，公民记者蔡念成基隆采访报道。